好吃。来，我来一口嘛，这真的很香的。不吃。哎呀，明叔你来这口。就别人了，不强迫嘛，这是浪费了呀。你们做出美食，到时候你们不要抢着吃。这么臭，怎么可能做出美食？闻着臭，吃得香。哎，不要了。哎呀，赶快做啊！每天一道家常菜，今天的螺丝很哇塞，都说螺蛳粉臭啊，有些人就是不爱吃，但是呢，明叔做成美食啊，保证同事们都是抢着吃。第一道螺蛳粉焖饭。螺蛳粉饺子，螺蛳粉饺子来了。哇，干了！这又没了，明叔就快快点吧。翻翻，第三道螺蛳粉吐司披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螺蛳粉披萨来了！哇！明叔28克，太夸张了！逼我放大招，第四道明叔秘制螺蛳粉。哎呀，明叔的花式螺蛳粉好不好吃？很好吃。但是口味不够重啊！都这么臭了，还说口味不重？我这还要来重口味火星人，你敢不敢挑战一下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只要这个视频超过10万点赞量的话，加一期啊，花式火鸡面搞起！